应就是安怎放下自己，上关键就是安尼，安尼还是为家己好啊。所以我咱人拢作爱为家己，确实拢无要做为家己好的这个工作。所以呢，讲爱叫咱放下这个肉体自己去做，哦，安怎个就放下这个肉，啊，然后嘞，拿出勇气为上天进。只要看咱自己的能力，咱就咱就写表，或者这个文嘛，或者一张这个文表嘛。啊，这张文表吼，我当时来看到我咧，我先生吼，看边啊，全部当作咧考试，写老师都做老师。个人的能力无同款啦，唔通偷看啦，这唔是考试。你做偌济，看咱家己的能力，吼，啊，只要真心去做，拢总是同款。最后呢，我能清醒一下，听一条歌，叫做《欢喜归来》。